大家好，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白胡椒爆炒三丁。这三丁分别是花生米、香豆干、土豆，我们搭配一点西芹、灯笼椒、椒盐粉、香油，把这个香豆干切成丁，土豆也切成丁。好，我们开始来操作。锅里面下油，我们先把土豆下去，花生也下去，好，等这个土豆跟花生快熟的时候，我们把豆干也下去。灯笼椒也下去，芹菜也下去，好，翻一下，起锅了。我们现在用过油给它过起来备用，这会儿锅里面直接下白胡椒粒，炒一下，然后加水，把白胡椒粒炒出味道出来，炒香。好，白胡椒粒炒干炒香以后，我们把这种丁给它下去，椒盐下去，开大火炒一下。好，很漂亮，超级香又好看。